导演楚国渊，文场领导江普仪老师，舞场领导庄富超老师。也请给我们现场的乐团老师们大大的掌声，谢谢老师们今天的演奏。最后感谢目前幕后的辛苦工作人员，欢迎大家追踪新传 IG LINE 官方账号，就可以收到新传的最新演出资讯。9月20号宝莲灯两厅院售票中午12点开卖，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宣传。12月30、31我们剧场见。最后祝大家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